别刷了啊，因为你明哥打游戏切不出来，待会儿就给你进了。防守防，我已经感受要赢了。他说明哥，你又干啥坏事了？没有，这把好使，你跟着你明哥我节奏来，这把贼好使。明哥，我怎么有种不想的意思？咱先敲一敲试一试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走。你肯定能干掉不少人。我信明哥，真的。这玩意三分必垮了吧？没有明哥，攻击加没加？攻击，你猜？我猜不到。没有攻击，没有攻击伤害降了200%，就没什么伤害了。哦，真的明哥，你这说谎不带打草稿的，哪有降200%？没有攻击，没有加呀，攻击没有加，加攻击没意思了，攻击没有加的。你明哥骗你们干啥吗？真的是。哎呦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要马上要好几杀了，说不定开局五杀别个。没有五杀不可能，五杀不可能。我去点点点，哎呦我去，没少杀呀，菜三杀了菜。我去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哎呀我去，乖菜呀，是不是感觉好不好使？好使。那野猪对面哭了。没有敌，这现在就是不怪你明哥，他们有点懵。还能让你们出来？哎呦，我也死得惨。哎，那个能不能给我来个传送门？能不能给你明哥来个传送门？哎呀，我去，这躺着也杀人。我也死了。没事没事，明哥没少杀，明哥没少杀。哎，我们就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对面怎么来站点。这样能不能出家门还是回事儿的。他们还没出家门吗？没有啊。啊？明哥，我感觉咱不把他们放点里来吧。走吧走吧，别放外边了，别放外边，来把炮台放回来，把炮台放回来，讲道理，树新风。我去，太丧心病狂了。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，咱摸着良心玩这游戏，咱回来吧。菜啊，赶紧回来。菜，我回来了，我在点了。能不能把你的真心换来我的笑容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咱家那个啥，我是感觉咱家这个说起摄像头才够恶心的。我去，你看一下明哥，你看他按的位置。他在哪儿了？他在里边了还是哪儿了？不是啊，你仔细瞅一瞅就知道了。没有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对面来几个76一下就扫了。哎，拿大锤来挡啊，大锤那个盾真的，我跟他们想想招。大锤的盾也挡不住的。挡得住。不，你明哥再这样走完我这个位置太猥琐了，他们有点懵啊。明哥，我送他们一个人头吧，给他们点自身。这些我就受不了了都。没有，他们在预谋什么？他们在预谋一波进攻嘛？怎么感觉看不着他们人了？我去！咋办？哎呀，我去，太惨了！预言呐，走这儿过就被我就放了。了，明哥没有人性啊！真的，你不要这么玩守望，不要这么。那边有指挥，那边指挥，屌热气在那边当指挥。好，行。哎，你们拿大招啊，你们76信我，直接过来就好使。哎，那个啊，逼吧这个，把溜达溜达溜达。屌，我说气死了。
哎呀，这哭了，他们都。这样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，把第一个点给你们了。不不不不，这个七十六也恶心，七十六这种也恶心。哎，你们不是老乐意玩原氏吗？来个原氏呗。我去。快来拿护甲！还剩六十秒。我早提出来。没有，你明哥真是不想杀了，太吓人了。明哥，来，我给你按个穿透门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刺激。哎，我去，太残暴了这！啊，我被吹了，法拉过来把我吹了，小心小心，法拉过来了，赶紧！哎，能不能按个传送门？我家那老兄弟，安了，明哥，我去。哎，明哥，你怎么从这边出来了？我咋知道？这样点给他们，点给他们。走，点给他们了，给他们了，给他们菜，走，走，咱俩走了，咱俩走了。那太没人性了，太没人性了，咱俩。他们正在夺取目标点，快阻止他们！哎，我去，玩错了，菜。算了，菜。找了明哥。你明哥按大招给用了。哎，点给他们，点给他们呀！点给他们，点给他们。我怎么迷迷糊糊我就杀了个人呢？我打啥？我是怎？我去，我让那半藏那个给我弹死了，你能行？我要动真格的了。没有，明哥，我刚刚迷迷糊糊我就杀了个人。哎，有没有那种？我看啊，我哎，我知道哪个刁钻了，菜。完了，我不能换了，我不能换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明白这个游戏的诀窍，待会儿换一个贼贼好使。现在我想回去换英雄，等我死了再换吧。对面人呢？那我去偷个屁股。那原氏都能这么杀吗？基本了。这个外边这已经准备套路了。你看那。哎，我去，这什么鬼？哎，还好双杀了。没有，我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在他车底下一堆射箭炮，不是射箭炮。看，你信我，这个英雄贼好使，你信我。你看我换的谁，你就明白了。哎，对对。老板，明哥，你没人性了，我真的说。哎呦我去，真好使！刁钻啊！别说了，这个不好使。一下就死吧，对吧？你好，我们兵多是运载目标。看到。哎，袁氏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原是弹的厉害呀，直接就给弹死了吗？伤害高，对呀、啊，好像也是啊。一个 shift 的过去，直接 shift 又刷新无限 shift。别慌别慌，你明哥我过去怼他们。我原是确实厉害。对面人呢？没有闪光也可以的，你信你明哥。没事就走两步。你们这都堵家门杀了。真的，你信你明哥？哇塞哇塞 ，DJ 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这比灵活性，这闪光的目的就是你得闪。哎呦我去，没有闪光一技能开不出来，闪光一技能开，换一个试试。我已经打开通路。没有，我知道谁了，换个炸弹鼠好使吗？看人。我去，哇，这是几个传送门？我来玩个原氏，我看原氏是不是那么强？原氏确实厉害呀！我去了，明哥你怎么又从这边出来了？我还以为你要从那边出来的。真的，这英雄无敌了。感觉怎么就？哎，感觉哎，我去，没有七十六厉害，我明白了你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来个原始，我原始出去杀一个人。你们推车呀，推车呀！可来人加十。你好嘞，你加个十啊！哎呦我去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原始为什么厉害了，他卸服的技能无限的，还能刷新。对，他卸服的技能无限的，太来了。
我去对面这么多原石，抓到一个 shift 的就死了。一技能能拿 shift 的吗？不行啊！我去，这个可以的。不要你们炸了，你们炸了，你们那原石让我 shift 的技能切死了。我去！哎，你们，哎，我去，这还让你们推着了吗？对呀、啊。然后我明白了，大招也没什么用，乖乖，大原始的大招没什么用，就靠谢文的技能。哈哈哈！别搞大风，别搞。你等会儿。我要去。没人信了，这种菜、你真是没人信了。哎呦我菜，你跟谁学的？我乐坏了。你菜呀？来，来，来！我去，这是真，这原石太强了，没有原石无敌的这种。哎呦我去，原石无敌的，原石无敌的。这扎利亚没有用的，朋友们，扎利亚没有用的，主要那个护盾你得加好。我只能跟你说，别哥，原石打不过我烧血塔。那肯定啊，没有这玩意儿挺靠反应能力的。你看，我去，这太赖了。我去，哎，这什么鬼？你那一技能给我挡了吗，预言？我直接 shift 的死的。不是，我刚才 shift 的你了，是距离没到还是什么原因？可能慢了吧。我去。没有，可能您那看的画面是不一样的。没有，你们输了，你们懵了。没有，我反正。明哥，这次走传送门吧，这次我是真的安好了。不，这次没用了，行吧，关门。今天守望先锋到这里了，这是你们见过最尿性的守望先锋。贼尿性，哎呦我去，真的早一点我也应该换原石的，我没有想到原石那么强，真的。这原石说不定打得过炮台，盘子能弹炮台。没有，那炮台啊，啊，没有，哎，怎么全是我们南方的人？你们红方一个没有啊？看这次的老惨了。好，这样我们接下来来神秘海域啊，这真是最欢乐的一局了。哇，原石好强啊！卡切换清，就这么说，那个我的传送门按了屌不屌的？这么说吧，你那传送门人性都没有了，真的，你那传送门可以说比较高的，可以说泯灭了人性，你知道不？没有，我的传送门还算强点儿。人家预言那个是往家后边，你走完以后你就走回去了。